这影片是我在大陆厦门机场要转机飞回台湾的一个过程。前段那个飞行是从长沙飞过来的，那机组人员要我们优先下飞机搭第一辆摆渡车。好的，从飞机下来之后，我们坐摆渡车。这个摆渡大概从白天还是开到白天，大概开了两分多钟就到了。台湾的要到哪里？好，台湾是国际，再往这边走。往这边走，它会有指标吧？就往这边走就行，可以过去的哦。那半。好，谢谢。请问一下，我要转回台湾怎么办？
要飞台湾是吧？对对对，直挂是不是？直挂的中转。出去之后上楼，上楼往左边走，那有个国际出发，是到国际出发找你们的柜台。对对对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这边有指标写得很清楚，不过问一下比较安心。好的，他叫我们上楼吧。可以先上下厕所吗？在二楼，我们准备上完厕所之后，准备上二楼去做转机。不好意思，借过。现在时间4:21。出发是在这里，那要到前面去柜台。转机的，转机还没拿登机牌。区域禁止拍摄。好，里面办是不是？登机牌在里面拿是不是？谢谢。OK， 进来稍微过一下安检，之后要到 F 岛，就往进来右手边，就会看到厦门航空飞台湾的。现在时间4:24。超规随身行李在安检或登机口被拉下，可能会导致行李无法与您直接抵达或导致误机。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。在哪边办？旅客请注意，下航国际航班经济舱旅客随身行李每人限带一件，单件不超过5000克，长宽高三边之隔不超过110厘米。有携带拉杆箱的旅客，请您
到 F 五这边，这边五行里，贵宾柜台。这边在办的速度非常的缓慢，建议各位要来的时间呢，要多抓一点时间。真的。它分为无行李托运柜台，因为我们是中转的，所以说行李直挂回台湾高雄，那所以说我们就开这个。那另外那边已完成证件预审专柜，那再过去就是一般的办理这样。刚刚又跑到前面承办的小哥问一下，我现在的时间呢只剩大概一个多小时，问他说来得及来不及，他说可以的，来得及，那就相信他吧。这柜台办好了，这边办好之后呢，办好之后所有手续完后呢，回过头往这个方向，这边有一个中国边检的位置，直接坐手扶梯往二楼的方向。啊，我应该这边是三楼吧？三楼的方向。准备先过边检。时间上呢，大概只要花个十几分钟就可以办妥。因为我们是直接拉行李的，OK， 这边检，照惯例先关机。这边过完边检之后，走过来，先会看到有卖冷饮的。那我们是今天要回去搭第十七号登机门，就往右左边走，这张免税区。厦门来过好多次的地方，这边的空气啊，进来的明显比在长沙的地方的空气好很多。这几天闻那个空气让我很不舒服，来到长那个厦门之后改善了，现在喉咙、鼻子、咽喉的地方没有像之前那么的不舒服。或许是我刚刚开始戴口罩之后有差。这边呢 ，coffee 买的咖啡价格并不会因为在机场比较高。OK， 走到这边十一号，很近，就在这里。这是十一号的登机门，预计还有半个小时登机，在这里。5:20登机，我还会以为来不及。里面那边可以。好了，趁现在还有大概30分钟的时间，我在里面逛逛，拍一下片。久违了，厦门机场。
不过我觉得哈，如果要到厦门，还是走小三通比较方便。那因为我这一次会在厦门搭呢，是因为我是中转的方式回高雄。这个整个在里面，厦门机场里面的一个商店街的地方，看一下。有肉制品记得都不能带回台湾，提醒各位，尤其台湾的那个狗狗啊，米格鲁特别的厉害，不要去挑战它。厦门卖姜母鸭一碗都60-70块一碗。我记得上次到这个机场国际线的时候，应该是我飞西安，跟内人小安老师一起飞西安，回来的时候曾经在这边逛过。这次到大陆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的物价确实涨上来了，而且涨很多，所以说不要再有那种错觉，到中国大陆啊，价格会很低，他们物价快追上台湾了，还是有比较低了。中国的酒很想买，犹豫一下好了。需要什么可以看一下？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不买。这边一样有充电的。OK， 那这边也有免费的充电。USB。这里也有。那同时，它这边有自动贩卖机。哦，不是。那个是不是卖饮料的？看起来像卖饮料，就是网卡。好了，那大致上这就是厦门高桥机场这边一个出境的一个情形，看到有很多来自台湾的游客要回去。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希望你会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你的支持才是我继续拍片的动力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吧。